喂，走快点啦，要迟到了。哎，然后你这样你俩就什么靠得是近不一提点。该测的事情？啊，对，别让人家说，是那种是吗？对，有你话就猜就好说，了。对。有话就说。有话就说。然后你不突然特别正经，你突然特别正经的盯着他，然后就聊他的感觉。啊，对，倒听听嘛，因为本就是夫妻，昨晚也是。好，来，然后继续。我说，哎，要是做什么，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？哎，这样压他一会儿。